嗨，各位台湾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黄世伦，香港小交响乐团的竖琴首席。我本身是台湾人哦，很高兴今年我们11月终于要回台湾演出了。11月中呢，在台北的中山堂，还有高雄的大东，有2场演出，希望到时候见到你们。